俗话说，知人知面，难知心。一个人的心里一旦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即使是同床共枕的夫妻，恐怕也很难察觉。每一个惊天的谜案都需要一个苛刻的审判。欢迎来到穿越经典，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场改变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失踪案。照片上的人是理查德·克拉夫茨和他美丽的妻子海伦·克拉夫茨，这是一对看上去很平凡的夫妻，可就在他们的身上却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大案。妻子海伦突然从人间蒸发了。克拉夫茨夫妇就居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新镇上，这个不知名的小镇因为离纽约机场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而备受纽约白领们的青睐。在这些白领当中，克拉夫茨夫妇显然是他们之中的明星。理查德·克拉夫茨拥有四年的在空军服役的经历，因此他非常热衷于在空闲时间做协警和义务教授防身术。当然，参加防身术课程的学员多为女性，在这些女性的眼里，一个有着强壮体魄和扎实格斗技能的飞行员简直是魅力四射。海伦·克拉夫茨则来自丹麦贵族，是一名拥有着灰金色长发、苗条身材的迷人空姐。除此之外，活泼外向的个性使她还拥有庞大的闺蜜团。总之，耀眼的克拉夫茨夫妇和两个帅气的儿子以及一个可爱的女儿共同组成了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飞行员和空姐，这本来就是一对浪漫的组合，如果再加上猛男靓女，那就很难不让他们成为小镇的焦点了。然而1986年11月30日，一个电话却摧毁了这个美好的童话。这个电话正是海伦的同事安娜·巴泰利打给她的丈夫理查德的。在电话里，安娜的口气非常着急，因为海伦已经十多天没有去公司报到了，并且已经有两次旷工记录。按照他们所在泛美航空公司的规定，只要累积三次旷工，海伦就将会失去这份让人羡慕的工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理查德决定马上给丹麦打电话，也就是海伦的母亲伊丽莎白·尼尔森。然而伊丽莎白却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海伦没有来我这儿，我们早就约好了直到明年4月份他才会回来看望我的。安娜也很肯定地说，闺蜜圈里没有人知道海伦的下落。这就怪了，海伦在1986年11月19号的凌晨就离开了家里，而19号之后竟然没有任何人有她的消息。那么海伦究竟去哪儿了呢？海伦的闺蜜们决定立刻报警，而对于这样的做法，理查德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只会让不知道躲在哪儿耍小性子的海伦感到难为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作用。事实上，有这样想法的人还不仅仅是理查德一个。按照美国当时的司法程序，成年人失踪案一直是众多刑事案件中最不起眼的一种。如果有人报告说自己的成年亲友失踪了，那么警察将根据业已确立的标准程序来处理这一状况，而等待和观察就是标准程序的一部分。这么做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失踪案中，失踪者都会再次露面，身体状况良好，并且能够对失踪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对于这样失踪的成年人，如果动用太多的警力，其结果往往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因此，当海伦的闺蜜首次咨询警方时，所能获得的回答就是“等等看，等等看”。海伦的闺蜜们可是接受不了这样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一天海伦还会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这是因为在很久以前，海伦就在闺蜜圈里不止一次地发布了自己的死亡预言。面对妻子失踪十数天同床共枕的丈夫，为何在妻子的闺蜜们提醒后才发现？
安娜的口气非常着急，因为海伦已经十多天没有去公司报道了，并且已经有两次旷工。没有回娘家，没有找闺蜜，海伦究竟去了哪里？安娜也很肯定地说，海伦对每一个闺蜜都曾反复地重申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遭遇不测，请一定要相信我，这绝不是意外，请一定要帮助我找到凶手。那么海伦所指的凶手究竟是谁呢？当闺蜜们追问下去的时候，海伦总是会选择缄默，似乎有说不尽的难言之隐。而对于海伦外向欢乐却不爱谈及私事的个性，闺蜜们对待她的这句反常的带有忧郁宿命色彩的话显得格外慎重。现在意外果然发生了，闺蜜们决定履行诺言，找出那个一直困扰海伦的凶手。以安娜为首的海伦的闺蜜圈怀疑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和海伦朝夕相处最有作案能力的理查德·克拉夫茨。原因很简单，1986年11月19号的早上，海伦不辞而别，直到30号，海伦还没有露面。而对于这样反常的情况，身为丈夫的理查德，除了打了几个电话之外，竟然稳稳当当的坐在家里，没有一点要去找的意思，这合理吗？这些无助的闺蜜们，最后决定向康州的检察官沃尔特·弗兰尼根求助。因为他素来以办案谨慎著称，然而这件事并不是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所以他对于警察的态度也无能为力。但是沃尔特对于这件有着死亡预言的神秘失踪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马上写信给他的好朋友李昌钰来介绍案件情况。李昌钰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首席刑侦鉴识专家，也是美国警界迄今职位最高的亚裔人士。他凭借精湛独到的刑事侦查与鉴识技术享誉国际，他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现场重建之王，最擅长在蛛丝马迹中发现真相。从警50多年，他参与调查了全球17个国家地区的各类案件8000多起，至今已获得博士学位20余个。同时为表彰他的特殊成就，2007年美国牛海文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李昌钰犯罪司法与鉴识科学学院正式成立。可以说李昌钰的一生都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那么被大案重案所包围的他，能被这不起眼的失踪案所吸引吗？妻子突然失踪，其中到底有何原因？丈夫态度冷漠，举止怪异，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丈夫性情大变？那么海伦真的是和情人私奔了吗？闺蜜猜测纷纭，这其中到底有何纠缠不清的故事？李昌钰一开始对这起普普通通的人口失踪案并没有产生多大兴趣。神探李昌钰探案系列之离奇的失踪案。李昌钰一开始对这起普普通通的人口失踪案并没有产生多大兴趣，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直到案件出现了第一个奇怪的转折点，他这才把精力集中到这个案子上。而这个转折点是由安娜对理查德的质问引起的。安娜怒斥理查德为什么会对海伦的失踪漠不关心，而理查德的反应却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面对质问，理查德对海伦的闺蜜们大发雷霆。理查德指责他们是多管闲事，甚至嘲讽他们是不是迈阿密风云看得太多了，才会产生这样疑神疑鬼的丰富想象力。迈阿密风云是1984年热播的，由美国著名影星唐·约翰逊、菲利普·迈克尔·托马斯以及爱德华·詹姆斯·奥莫斯联袂主演的一档警匪系列电视剧。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态度呢？尖酸刻薄，还莫名其妙的发火，原因还是电话。电话可以让相隔万里的两个人畅通无阻的交流。
沟通。可是他也能让一个家庭陷入万劫不复的惨剧。理查德的奇怪态度引起了李昌钰的怀疑，后来在名侦探的介入之下，他才不得不说出了实话，也就是在海伦失踪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当大家了解了原因之后，才知道理查德的尖刻与怒火其实是有理由的，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妻子海伦对自己不忠的证据。理查德一向都有打话单的习惯，这样他可以控制家庭不必要的电话经费。可是在近几个月的话单里，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据理查德所知，海伦的亲人都远在丹麦，闺蜜圈却仅限于康州一带，而他自己的亲友也没有任何人在加州生活。就在1986年11月18日这一天，趁着海伦在外给闺蜜庆生，细心的理查德决定拨通这个号码。电话的另一方竟然是一个陌生的男生。理查德自以为了悟了其中的玄机，决定和出轨的海伦好好算账。于是在晚上海伦回来后，理查德责备他不守妇道，他却反咬一口，责怪理查德监控自己。最终两个人爆发了一场家庭大战，整个晚上谁也没有好好休息。次日一早，海伦就冲出了家门，从此杳无音讯。理查德盛怒的原因找到了，他认为正是自己戳破了和妻子之间的这层窗户纸，导致了妻子毫无顾忌地和情人私奔了。换句话说，他和三个可怜的孩子被无情地抛弃了。从凶手到受害者，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转变，让海伦的闺蜜们感到万分的愧疚，也让李昌钰生出一丝警觉。那么，海伦真的是和情人私奔了吗？李昌钰马上展开了调查，很快他就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海伦的蓝色丰田雄鹰车就停在他工作的肯尼迪国际机场前，但他本人却没有去航空公司报到。那么就有一种可能，海伦乘坐飞机去加利福尼亚州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地方和情人相会去了。确定海伦的飞行路线，这对几乎都是从事飞行工作的闺蜜们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她们动用了所有能够动用的关系，可是结果却非常让人沮丧。从19号开始到调查的当天，所有的从肯尼迪机场出发的航班都没有海伦的登机记录。丈夫手中神秘电话究竟有何秘密？一次离家出走，仅仅是出于一个可笑的误会？重点线索疑点重重，到底谁是谁非？这件事引起了办案人员的警觉，国际神探顺藤摸瓜，凶手究竟所为何人？神探李昌钰探案系列之离奇的失踪案。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突然遭遇危机，女主人留下死亡预言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妻子海伦突然从人间蒸发了，她的闺蜜们一口咬定这是一场可怕的凶杀案。在很久以前，海伦就在闺蜜圈里不止一次的发布了自己的死亡预言。那么没有尸体，没有人证，该如何寻找可能的凶手？知人知面难知心，女仆突然辞职，丈夫谎言重重，从未露面的加州神秘情人，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国际神探李昌钰怎样抽丝剥茧，还原事实真相？穿越
月经典神探李昌钰探案系列之离奇的失踪案。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海伦是来接机，然后为了隐蔽把车丢了不要了。可是李昌钰却觉得这件事的重点并不在那辆车上，要弄清楚这个从来没听海伦提起过的神秘情人，必须要从那个加州的神秘电话入手。办案人员很快就从理查德手里弄到了那个困扰他很久的加州号码，当他们按照号码打过去后，果然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然而当这个陌生男子听到李昌钰的问询时，却爆笑起来。原来他并不是什么第三者，而是海伦的一个远房亲戚，由于工作关系刚刚从丹麦来到加州不久，还未来得及亲自拜访克拉夫斯一家。不过他倒是从早早移民美国的海伦那里获得了不少在美国的生存知识，这也是他们通电话的主要内容。一场家庭大战，一次离家出走，仅仅是出于一个可笑的误会吗？那么机场前面的雄鹰车和十多天的销声匿迹又该怎么解释呢？就算海伦是出于赌气，也没必要不和所有的人联系，把自己彻底的孤立起来吧。多年的警探生涯让李昌钰有了超乎常人的判断能力，对于这桩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失踪案，他的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但是在把答案说出来之前，他需要的是足够的线索和证据。很快更多的线索又浮出水面，这些线索来自一个新的人物，克拉夫茨家20岁的女佣玛丽·托马斯。在海伦失踪后不久，玛丽突然向理查德提出辞职，要回到老家爱达荷州。这件事引起了办案人员的警觉，他们认为玛丽的行为反常，她有杀人的嫌疑。然而李昌钰对这个想法却不以为然，他以为玛丽不会是凶手，但他一定知道点什么。于是办案人员和玛丽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这次谈话让李昌钰更加确信自己心里的判断。玛丽很坦然地告诉办案人员她为何会辞职。起初她也认为海伦去上班了，因为海伦值机时专用的一套旅行包不见了。然而很快她就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她在打扫房间的过程中又发现了许多诡异的事情，很多海伦的东西正一天天一件件地消失着，其中还包括他为了方便联络海伦特意抄写的一份海伦亲友电话本。此外更让他觉得反常的是，19号凌晨2点，他从外面兼职回来后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睡着了，但6点钟他就被叫醒了。理查德要求他和自己带着3个孩子去妹妹凯伦家，而此时外面正刮着罕见的暴风雪。当玛丽询问海伦的下落时，理查德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海伦早在卡伦家等着咱们了。可是到了卡伦家，他却并没有见到自己的女雇主。这时他再次问理查德海伦的下落，理查德却很不耐烦地告诉他，我不知道。可是之后的10几天，每当有人问起海伦在哪儿，理查德的回答总是不一样，一会儿说在丹麦他的妈妈家，一会儿说他去地中海俱乐部度假了，一会儿又说他在工作，可能会长达半个月甚至几个月也有可能。这些玛丽都看在眼里，她觉得十分恐惧，特别是19号她出门前发现主卧的蓝地毯有一块葡萄柚大的黑色污渍，但回来后这块地毯就不见了。知道这是海伦最喜欢的东西，他特意为了这块地毯把整个房间都涂成了蓝色，所以联系之前的事情，玛丽最终决定辞职离开那个恐怖的家，把自己尽可能地藏起来。没错，李昌钰的直觉就是海伦确实已经不在人世了，而嫌疑人就是她的丈夫理查德。现在他更确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接下来他该
开始寻找新的线索了。但他没想到的是，新的线索很快就自己来了，那就是一封神秘的来信。安娜可以说是海伦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不但是泛美航空公司的同事，还是生意上的伙伴，一起合伙做窗帘买卖，所以为了方便，两人有着一个公共邮箱，而这封信就是寄到这个公共邮箱里来的，不寄到私人的邮箱，而是寄到这个理查德根本就不知道的公共邮箱。很显然，这是一封不想让理查德知道的信。那么，会是谁写来的？海伦·克拉夫茨离奇失踪，然而面对幸福的五口之家可能会面临的破碎危机，丈夫理查德却漠不关心。在他淡定的背后，竟然是一个可笑的误会。冒牌的加州情人会是海伦消失的原因吗？轻微反常的保姆玛丽带来了可怕的讯息。那么